除了台湾之外，世界上已经没有这样的岛。我来自寒冷的北方，定居台湾岛上。有人叫我史前神兽，我是山椒鱼。第一次来这边找，看到山椒鱼会不会发现不一样的种类？今天换不到，不要回头岸。台湾的山椒鱼现在已经确定的种类有五种，都是台湾的特有种，所以说我们就是要好好的珍惜它。最重要的就是栖息地的保护。在高山上面，这些东西即使是留了好几年，你都会在土壤上面看到它的痕迹。有时候你问我说挫折比较多还是快乐比较多，其实我也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答案。但是我知道每次有一些小小的进步，然后就会高兴得不得了。我们每一个脚步或是每一个石头底下，应该都存在一个新世界。